果你对我没意思，那我就多追你几下。吃蛋糕啊，嗯？你今天打扮的挺好看的。我知道。你说你穿这么好看来找我，还说对我没意思啊？我过生日不能穿好看点吗？我穿好看点就是为你穿的。行，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，那我还不能自己想想，自己开心一下？那你就别说出来嘛。我就是想说出来，让你知道。对了，嘉许哥，你就是今天你没有跟我表白对吧？你只是问我可不可以追我，我呢也不算是拒绝，对不对？那蛋糕我可别带走。那，你刚意思是说，如果我现在跟你表白，你就会接受我？不能。那就不行，啊，你就留下这个，我把这个带回去，好吗？嗯，不行。你干嘛这么小心眼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多追我一下，也不是没同。就是，你要先追我，我才知道我对你有没有这个意思，明白吧？哦，好啊，那没关系。如果你对我没意思，那我就多追你几下。吃蛋糕啊，嗯？坐下来，好好尝尝。啊。蛋糕你可以拿回去。两个都可以吗？嗯。你如果喜欢，以后可以天天做给你吃。好啊。不可以说，推拉着。哇，生日快乐！要长大一岁。快放下吧。呀，这怎么两个蛋糕啊？嗯，这个蛋糕也太丑了吧？哪丑了？我觉得很可爱啊。嗯，这不会是你老哥哥亲手给你做的吧？嗯，这么明显吗？真的。哎，那你今天约会开心吗？说说呗。挺开心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？有。我说有吗？我说有吗？怎么样吗？说说说。怎么样吗？就。啊。